本人是林平方，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已经想了一段时间。为什么呢？我很开心，已经解开这个问题了。我想到了，最近我听到发现我们大厦排出的污水是有冠状病毒的。好像我以前做的视频关于怎么防止蚊子在我们的家滋生，不是在我们的家生长的。污水管跟粪便管是相通的，粪便管经过空气发出的臭味，例如马桶里有水隔了空气，打开盖不用害怕，因为污水管跟粪便管连接，如果有冠状病毒的人排出的粪便，有粪便气体经过污水渠就糟糕了。为什么公共厕所跟电梯箱要戴口罩很重要呢？是同一个道理。我有办法盖住污水渠视频，如果你想知道如何防止沟渠排出的空气，请看林平方视频。谢谢。